泰迪的智商有多高？多少？谁是吉子？吉子是谁？有坏人欺负我，你怎么办？滚！机长，转圈。生气呢？请叫果果过来。帮我丢垃圾吧，去。吉吉，你去客厅帮我拿个东西好不好？吉吉宝宝，一喊宝宝就好使。我拿不到，妹妹要去弹琴了。